当女朋友想买东西时，她希望你怎么想吃啊？嗯，我想尝尝这个，你想吃吗？想吃就买呗。可是我一个人吃不了，要不不买了吧？没事，买吧，吃不了我吃。嗯，那我再让一个这个吧。来三个吧，每个味道你都尝一尝。嗯。实际上，男朋友说的。我想吃这个，你想吃吗？太甜了，我不吃。那要不我们买个小的吧？你想吃就吃，我说我不吃。可是我刚吃的太饱，有点吃不下了。你吃太饱，你买它干嘛？又浪费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你想买你就买，我又不是不让你买。不买了，走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别到时候回去又说我不让你买。你呼吸声太大，吵我睡觉了。你还是自己去沙发睡吧。Come on, yeah.